少烟在呼唤我们。三，不要那样盯着我看嘛，会害羞的。书是人们的精神食料，但是我的内心也可以被红薯填满。为了这世界的秩序与和平，我会努力奋斗。从哪里开始好呢？救流浪狗。阻断视野，浑身都是破绽。切！滚开！别过来！